December 10th, Monday, we're on top of the Hotel Hanoi in Hanoi, Vietnam. There's a lake down below.来，就去看。那请问哈，我们总共有16间的行李寄存在这里。哎呀，OK。只有一间房间没有摆在房门外，就是要三要六。我们拿下来了。啊，自己拿下来是吧？参观那个胡志明主席府啊，经过胡志明呢，就办公。以前在1930年办公，到1969年的时候。 南越就是找帮手，就找到美国老大嘛，美国去。我说，哎呀，好服啊！哦，他也相信这些。那黑烟呢是 Hanoi。 哈喽，哈喽，一五八，哦，哈喽，一五八，一五八，二三二，二三二也是，好着，好着，二三二一五八。 看见了没有？ 他就长了好多。这边是观音树，是吧？哇，你看，连这个都长到这儿来了，你看没有？就是啊。那这个繁殖力很强。这是长的。什么树啊？水杉。水杉。从这边长出来的。厉害了。胡志明知道的是。 高脚屋，下面还可以高脚屋。哦，它是很舒服的，对，高脚。哎呦，中间是棕榈树，很少有啊。旁边是榕树。叫做英雄包美，包美女。 美女是哪一位？美女是棕榈是吧？嗯，棕榈是美女的。榕树，榕树是英雄了，英雄包美女。好，谁要拍照？美女都被他掐死了，我操！所以要不要？我们家那棵树如果不那个，不能扔掉的话，也不行啊。大家拍拍照啊！太好了，鸟也小小的，鸟也小小的。来，起来，不要拍。 莲花，在1409年的时候，李太宗呢梦见了观音菩萨，赠送给他一个太子，然后结果呢，他实行了，啊，他有太子了，结果呢，他建祠建庙来纪念观音菩萨，距离到现在1000多年的历史，那请大家可以上去拍拍，保佑平安，还是看看，还是拍拍照。一株没有，那是一根柱。 La belle chose est Pourquoi? Parce que.
特殊共道惊天下。押韵不合吗？师傅 ，play 一下。啊！哦呀呀呀，你讲起来有点像啊。好巧，一百年前，但是后来回去，他们家有一个匾，他刚拿回来了，拿到美国来，放了他家里后院。放在家里，他出门的时候啊，那个海关讲说这是古董，不能带。他说那这是我们家的东西。到了越南的考场。捕了很多乌龟了，啊，长寿乌龟。看我们的运气，如果看到乌龟的话，就摸一摸。运气怎么样？要摸一摸。长寿。那。啊。OK。好。那个榕树在门后面，啊，前面里面是供奉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在涅槃的时候，请大家可以参观，啊，这里的佛塔是很古老的那些庙了哈，在越南来讲最古老的这些，OK， 那时间参观了。这个叫江洋桥，在1972年的时候，美军呢就破坏72天炸坏掉，然后后来才重建的。这个也是红河哈，红河。那天我们过的那距离这边那座桥。像木瓜，闻起来是鸡蛋苦。奶油果，那奶油果。我们回来的时候再看好了。回来的时候就。哪呢？有点像桂林。Halong 是龙。Halong。Halong Bay.